最近中国新说唱再次点燃了这个夏天，这届的选手实力感觉不如上届强，但当然也有很多强劲的选手。个人认为三组战队吴亦凡的战队实力最强，其实感觉上届也是吴亦凡战队实力最强，因为他选人的时候确实很谨慎，不是自己想要的绝对不会去战。这次比较火的选手有那吴克热、马舒克、王齐明等等，其实这里有很多选手在中国有嘻哈的时候就出现过了，但是仅仅是一瞬间，并没有停留很长时间，所以我们会完全记不住，这也可以理解。对了，我说的那些在中国有嘻哈也出现过的选手可不是小青龙、法老那些二刷的选手哦，那样的话我也太标题党了，嘿嘿。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有嘻哈的时候都有谁吧，这胖子脸熟不，哈哈哈，没想到功夫胖给盖头过票吧，这位也是这届的选手，他就是王齐明，也是和盖一个厂牌的，找书脸环节，看看你都认识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